社区助餐真不孬，味道好来价不高，两荤一素你吃不了，打包光盘行动。冬天室外能玩啥？滑冰滑雪抽冰嘎。你最擅长啥项目？出溜滑。出溜滑算运动项目？怎么不算？出溜滑锻炼鞋底子，你滑着你。不是，再来，还敢吗？再来，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，雪糕冰棍用油炸，常温啤酒带冰碴。有句话你可别瞎说，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你瞅就瞅吧，你嚷啥呀你？这都是哥们儿是吧？来，必须来，他这就马上没电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辽宁男篮勇夺魁，球迷口号响如雷。我爱辽篮，你爱谁？爱谁谁。